我是江典。我其实自己就是大学的毕业制作就已经有写一个本，然后写一个角色给我自己，然后是关于一个很孤独的摄影师。嗯，枕头。好像是我高中那时候有一个补习班，英文补习班的课，这样。然后那天我太晚出发了，所以我就大概迟了快要20分钟到教室。但是在进教室前，我就想说，哎，我既然已经迟了20分钟，那我不如就干脆别去了。然后就跑去河边骑脚踏车，然后一路从补习班那里，然后再骑回家，然后再沿在河边一起骑骑骑。然后很久没看过黑化的你，对我好奇黑化的。这跟我原本就原生的发色还有一点点落差，不过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我自己是花了一段时间适应。然后告别金发的江典，这样。下一个发色的话，会有什么挑战？我先就是听大家的话，先把头发养好。就是你的脸是受到大家广泛的认可，可以就是大家都觉得你很像我们这种因为我觉得还是大家要看的还是就是那些亲密戏的情感流动的部分。所以基本上我不太会去想说我等一下要做什么动作，或担心我这样子会不会让对方不太舒服。我觉得如果两个人都有在那个情感的流动里面，就是好好的活在当下的话，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那就是突然这个受不了的东西，就是会感到累。其实我觉得我调试的还算 OK， 就是有一些刺激，有些工作的刺激对我来说是很好，因为我平常是一个非常懒散，平常太懒散反而会让我觉得失去一些生活的感觉。然后就是大家都说你穿搭特别好，然后最近我们这次喜欢的穿搭，就是工作上的穿搭。我最近蛮喜欢就是长版大衣，从去年开始就是长版搭的，我觉得蛮好搭的。然后就是你平常会用什么香水？头香水。头香水，那你会有这个特别喜欢的味道吗？我比较喜欢果香。就是最近还有什么贴图？Line 的贴图，对，然后就传出去。哦，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个？好，再帮我放大一点。这不是有很多粉丝的网友会用照片去代替，这个你有没有看过几次？也是好玩的。我自己觉得，我觉得眼巴巴那个其实还不错。用自己的贴图对我来说有点太自恋。下一个是你看你的口味情况。他是你这次跟上次长得蛮不一样，外形上你想到为什么？为什么更好看？这是土味情况。那么宅啊？嗯，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宅在我的心里。还有第二个，我是可爱的男孩子，你是可爱的。粉丝说想让你，就是可爱元气的强，是吗？哦。喂。
睡了，再睡就要迟到了，起床好吗？我以前有配过一个声音表演课的一个作业，然后我是配一个 我不太确定它算不算卡通，但就是有就是木偶的那种 model。 然后遇到什么事情可以让张斌发作吗？遇到我家的猫。那小时候你是女生你会有这样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深哦，因为就表示就是我要先变成一个客观的这样，然后再性转变成女生，所以我就是双重的，变换身份之后，然后再想我自己会不会喜欢上我自己，我觉得会。然后你会遇过这个男粉丝？我倒是知道男粉大概是占30%到30%，那妈妈粉跟女友粗粗就各占一半。我觉得可能妈妈粉会多一点，妈妈粉会占那剩下70%的四。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的外形比较可爱一点，给人一种比较好亲近的感觉。你觉得自己外貌完美吗？是。眼睛吧。然后把握说给你发明的发明身上的一个胸围。那你觉得自己最不可爱的一面？最不可爱的一面，最不可爱的一面，我觉得有时候我会比较矜一点，比较矜一点在我自己没有，比较矜一点就是比较容易严肃或紧张，对，然后自己没有发现。那你有什么想法改变？有，我觉得我。紧张原因就是我有点太在乎别人到底怎么想，或者是我现在应该要做什么事情，但有时候就是放松。那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开心的事情。最开心的事情，我其实真的很开心，就是能被更多人看到，这是近期，然后就是我这辈子是第一次的体验。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嘘，秘密。